委员帮我们讲一下，为什么今天没有去国民党的这个誓师造势？我就是真的是厚厚地做代志啊！你们都有看到，我都有，你看我到礼拜六也过来啊，我在厚厚做代志，为人民追求岁月静好的日子。就是说，现在党中央应该要赶快积极来跟郭董修补裂痕，因为传出说今天其实这个五二零这场造势也是希望他可以来大团结，不过还没有到场。哦，这个也许也许众多的牛鬼蛇神要去进行神鬼任务啊。